线上预订票券，然后透过人流管控的方式按梯次来做参观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睹这个非常有人气的 S Park都会水深公园。Let's go。水深馆的入口位于二楼的部分，只要搭乘电梯或手扶梯上来以后，沿路都会有指示标，沿着指示标就可以前往购票区了。那我们先来进行实名制的登录。那这边先进行实名制。 旁边这边就是我们的票价表，那每天呢，它的场次都有限定门票的张数，我们已经先在线上做购买，所以10点已经售完了，我们准备要入场咯。这边就是一般的购票处，那建议大家都可以先做线上购买，避免到现场以后买不到票券的情况，就会延后入场哦。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，那我们现在进入水深馆咯。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3D的影像墙，非常非常的美，里面有很多海洋生物，有海豚啊、海龟啊，非常非常美。那馆内这边是不能使用脚架的，使用脚架的话先收起来哦。这是上面的部分，刚入场的地方有很多那个鱼群，我们要进到一个超大的水族箱，哇！ 这个很像冲绳的那个美丽海，但没有美丽海那么大。啊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大型的水族馆前面有一个喂食秀，工作人员穿着 X-Pass 的制服，在这边进在鱼缸里面进行这个轰鱼啊，还有这个全部鱼群的喂食秀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近一点，我们近一点去前面看。 现在在进行喂食秀，有工作人员穿着那个 X-Pass 的制服，日式风格的制服，在里面喂鱼群，很漂亮的画面，好可爱哦，好美好美，啊，好开心。 在这个第一个大型的水族馆过后啊，我们要准备上到楼上，到楼上的空间。好，我们现在搭乘电梯上来，到第二个环形，这个是一个环状环形的水族箱。 这个环形的水族箱，看到环状的，围绕这个整个后面都是，然后里面蛮多小鱼群的。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还有它的地板，它的地板的这个装置它是动态，我看到鱼群会游来游去，蛮很酷哎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鱼。X Pass 的部分呢，它还可以下载一个水深图鉴的这个 App。我刚刚有下载来试试看，它可以透过这个 X Pass 的 App 去搜寻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鱼群是什么鱼类的图鉴。那这个 App 啊，它就可以去搜寻这个海洋生物的影像，然后它会告诉你它的英文的学名。蛮厉害的，但是如果英文不好，可能你们还是会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。我们现在进到第三个区域，这就比较多小型的，一区一区的小型水族馆。好，像这个就是海马的水族箱。公海马负责照顾小海马，好像没有看到小海马。好，我们这一区看完以后，再来看到一个红鱼缸。这个红鱼缸的鱼感觉没有很多只，每只来打招呼喽。这个是海木耳的。养殖好像是生态吧，但这边的木耳感觉都碎碎的，没有很健康的感觉。有点可惜。这个是河豚，它眼睛是蓝色的。哦呦，好像机械鱼哦。这个是云纹猫鲨。超小型的鲨鱼，好可爱哦！你停着不会动哎。在吃东西。雨林探险区。色的鱼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啊比较大型的鱼种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是红南美西，好大只哦，在睡觉。里面有些热带雨林里面的水中生物，然后热带雨林也有属于自己的红鱼群。这个花纹好艳丽哦。热带雨林这边结束以后，我们要到寒带行动。反着游，正的游，游来游去，再游回来。海豹这边结束以后，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区域。哇，这边蛮漂亮的，有一个潮汐的感觉。这一区营造出一个很像海浪的感觉。漂亮，来这里看到了一只超级大只的巨蟹螯。来看一下实本人，超大只的巨蟹螯，不会动，好像模型。哎呦，嘴巴动了。然后旁边这边，这边比较暗，画质比较差。下面也有，也有两只。
耶，毕业。接下来我们要下去看水母跟企鹅。现在来到这个水母墙前面，最热门的水母墙，然后大家都在排队拍照，它后面排很长，我们要一路排过来。最热门，还有提醒说每人限拍两张。水母，你来看水母，其实这个是蛋黄水母，像那个打蛋的感觉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是马来沙水母，很多汁。印尼海刺水母，印尼海刺水母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区，有点像是水母的养殖区的感觉。它有每一个水母的小时候，这个是20周，你看不大到，很小很小。一周很正，有一点点影子的海月水母，然后3周，哇，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明显，然后这是4周，然后5周。水母养殖区结束以后，我们要进到水母馆，超美的，好梦幻哦！哇，哇，好美哦，好多！我们现在逛一逛，来这边拍拍照。我们现在来到期待已久的企鹅奇遇馆，好多可爱的企鹅哦，超可爱的，游来游去。这边是另外一边的企鹅橱窗，有很多国王企鹅，也是超级可爱的。两个橱窗中间有一个企鹅小隧道，你看到有个小企鹅，有一只小企鹅正在走下来，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它溜滑梯溜下来。好，再拉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越来越接近水面了，1、2、3，不动。这个与众同乐区是一个户外的表演台，那平常这边其实会有蛮多动物轮流在这边做一些表演，现在因为疫情的期间，所以它就没有排固定的动物表演，但是不定期的变成让动物有个训练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等待休息的时候可以看到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动物陆续的出场，用很轻松的方式在大家面前亮相。那如果说觉得里面很冷的朋友，也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。山羊的尾巴是往上翘的还是往上坠的？觉得是上翘的请举手。比如说，这胡子，小胡子，这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有没有知道啊？来，等等，男生的请举手。女生的们挥挥手。女生哦，哎，其实山羊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有胡子的，各位千万不要被骗了，它是个小女生哦。哇塞，很棒，很棒。
到的是 X Coffee， 这边就是提供一些餐点咖啡的服务。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边有一个企鹅的算是游戏池子吧，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吃咖啡用餐的话，喝咖啡用餐的话，可以看到企鹅会从刚刚上面那个企鹅区游下来，可以看到企鹅有时候会出现哦。对，企鹅出现了，企鹅游过来。这边用餐的话，就是可以看到企鹅有的时候会从这边游过来玩一玩，然后再游回去企鹅区，可爱哦。然后这是餐厅的整体，座位还蛮有限的。那从餐厅外部出去，它还有三个区域，是世外桃源、潮间戏摊跟漫步丛林。那这三个区域也有一些小动物，我们从这边出去，我们来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个动线，环绕在周边有一些水族的生物，是可以晒到太阳的。这边应该就是比较耐热的鱼种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已经参观完 X Park 全貌了。整体来讲啊，我觉得它的规划虽然说馆内的范围不大，但是整个多元性啊，跟它的设备其实算是还蛮超值的。尤其是在那个动物表演的那个区域，其实它其实除了水族的动物，像海狮、海豹啊，然后山羊，其实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动物，就是会轮流出来表演。那现在可能因为疫情期间，那动物也是算是训练期啦，所以在官网没有什么固定的表演时间表出来。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待一天，原则上大概等个10到20分钟，就会有一个动物出来做一个亮相啊，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表演，是蛮丰富的。如果单纯就以票价来说，其实光看表演是非常超值的。加上水母墙的那个梦幻的场景啊，还有海豹、海狮、企鹅等等，是蛮超值的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来 X Bus 玩的话，非常推荐你们，就是利用现在疫情的期间，它有在管理，有在管制，每个场次有100人的限制。那这样其实里面的人流控管不会非常的拥挤。那如果说它没有人流控管，实际上以馆内的大小，其实会非常可怕啦，就是说以防疫来说也蛮危险的。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握这个时间，在线上先做个购票的预定，那来这边就不会白跑一趟。那今天的 X Plus 就介绍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那我这边会持续介绍更多的景点给大家咯，拜拜。